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来到1230醒报现场。我们今天是一个人物的专访，我们今天要为各位访问的人物非常年轻，也非常的有才华。那么他也是演过很多的电视剧跟电影的，一个非常青春的年轻的而且非常有才华的演员哈，吴中天。中天你好。主持人好，应该叫林阿姨。对，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是，那么吴中天刚刚退伍不久哈，上礼拜退伍，所以中天最近完成人生中两个很重要的阶段，一个是念完研究所，一个是当兵退伍。那么可以说是你的人生做告了一个段落，在某个方面学习跟对国家的义务，对，欠国家的还了，欠自己的还有欠爸妈的也都还了啊，要开始还。没有，因为研究所其实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想念，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有某一原因是让爸妈安心。是吗？他们对你演戏不是很觉得不是很踏实？我相信他们嘴巴里说没有，但心里有这样的担忧，还是有点希望你。对，那至少研究所这件事情会让爸妈觉得，如果你演戏这件事不能给你带来稳定的生活，也许在学校教书或者有个学历，至少能让他们现阶段不会担忧的这么厉害了。好，我们这边碰到两个大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吴中天呢，他是演艺界的高材生哈，在艺人界里面啊，其实书读的很多哈，不一定是能够加分的，坦白讲哈，完全没有。对，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是目前哈，有一种父母亲哈对子女的期待哈，总觉得说做演员哈不是太有前途哈。那么中天却是一心一意想要在演艺界发展。所以这里面有点小小的冲突哈，父母亲希望你可能可以考虑，因为念了研究所可以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深深的相信哈，在中天的心目中，念研究所也罢，不念研究所也罢，你还是觉得你的目标是非常的清楚，就是希望在演艺界有好的发展。对，其实与其说那个冲突是自己跟父母，倒不如说自己跟自己的冲突更大。那当然我会认为说那是一个生命过程，无论念不念书，对于演员或者任何一个艺术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生命经验。无论当兵也好，然后无论遇到任何挫折或开心的事情也好，那都是我之所以不同的原因。那不会认为说怎么样比较好，或怎么样适合才适合于我，只是当下我现在觉得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或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我感到快乐，于是就变成我为日后选择的主要的方向，就是这样。其实很简单，可是你刚刚所讲的话有一点小小的矛盾了哈。就是一方面你也觉得爸爸妈妈对你的期待，你希望能够满足他们对你的期待，可是一方面你也内心深处你也有你清楚的目标往前走。对，所以在这中间你设法把这两个东西妥协一下哈。对，就是一方面你也完成父母亲的期待，一方面借着当兵跟念研究所也可以让你扩充你的生活经验，使你未来在演戏上更有沉稳度，是不是这意思？不知道那个生命经验会带来什么，也许是沉稳，也许是疯狂，也许是更，但我相信是更多认识自己的可能。那我像我刚刚讲说自己跟自己的冲突，就是因为也许艺术工作者或是说娱乐工作者，那这个东西并不会是因为你多么努力而有多少成绩。没错，这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是运气、天时地利，那这些事情不是你能掌控的，但你能掌控的事情是什么？那我觉得只能在这个上面加油。那个有的时候不能妥协，或是自己跟自己觉得啊，我这样努力，可是为什么其他人好像看起来没这么努力，但是好像机会比较好，收入比较高，但是不断的要说服自己，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做这个，然后再不断的认为说好，我继续坚持也许会怎么样。所以这里牵涉到就是说一个演艺人员啊，我们究竟对他的期待是什么。那你刚刚提到说扩充你自己的知识跟经验的范围哈，其实有助于体会各种的角色在演艺上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只是你自己，包括别人哈，过去演过一些戏哈，但现在来看就是说确实是有一些生命的历练对诠释一个角色是更能够有效。我觉得生命经验是唯一成为一个好演员的方法，是吗？而不是演技。
对我来说，而且另外一个对我来说，两个东西，一个是生活经验，那个是假不来，那个是没有办法假装我体验过什么。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诚实，我觉得诚实这个东西是一个真正的演员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是个不会演戏的演员，到现在都是。那可是在以前更不会演戏。那更不会演戏的状况是，其实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导演介绍我看一些东西，尤其是读诗。其实诗是最像电影的一种文体。那因为它每一句话不一定相关，对，但是它也许讲树叶，也许讲河，但是它要讲的是秋天。那这两句话后面那个东西的意象才是要告诉你的事情。其实就很像蒙太奇，就很像镜头。然后于是我就看了一些诗，然后席慕容的《四季诗选》里面一句话让我突然点醒，比较能够知道什么是演戏。他说，诗人之所以能写出动人的诗句，并不是因为他用了多少伟大的字，而是因为他诚实。那再看到这句话，其实那是一记棒喝了。说实话，就是在那之前会觉得我都在表演，我的表演是不诚实的，是为文造情的，那如何感动人？所以我在那个之后才发现，诚实可能比生命经验还要来的重要，对一个真正的演员来说。我觉得不过当你讲了这番话以后，我忽然觉得哈，今天在这个我们的演艺环境中间哈，其实是跟你的话是背道而驰的哈。因为今天从你年轻开始，中间就因为你的外貌啊，你的身材啊，你的长相哈，受到很多人的注目，就是你一出来就很亮嘛哈，那大家就找你演戏。那至于你的生命经验如何，他们从来没有问过你，对不对？不管是你或者是别人哈，从来没有人 care 说他的生命经验是怎么样，那么就选角了，然后就去演了。有一些人比你更幸运，他们演了主角，你可能有的时候要演配角。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对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感想，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好的原因是，你不管人家怎么样，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红或不红的道理。那个道理是什么？我觉得与其探究那个道理，不如你继续往前走，做你该做的。总是我会觉得，当一开始以前会觉得为什么他这么红，他为什么他好像也没什么或干嘛，可是呢其实都是，其实看到的东西都很片段，看到的东西都很主观，甚至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也许他别有魅力的地方人家看到，但我看不到。那只是容易去放大自己。要说什么？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你不管别人怎么样，你保持对别人演戏的尊重，但是你要求你自己要好好去达到一种用生命来诠释一个角色的地步。绝对。那就是我会觉得在这一刻我是诚实的，在这个角色我对得起这个角色，然后我对得起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所以我敢讲我是个演员。那其他这个演员出不出名，红不红，或演得好不好，我觉得都是主观的了，每个人的主观。好，那我们要等会要休息之前，我再先问最后一个问题，问你一下，就是说你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你的目标是演员吗？是制作人吗？还是导演？你的人生目标比较是哪一个？不知道不排斥。就是我的目标是无论在一个作品里面是做什么环节的，要想做一个不断的做一些动人的作品。我觉得 这是目标，但其实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吧。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哈，稍后回来我想大家对吴中天充满了好奇因为他刚刚所讲的东西好像跟一般年轻的偶像型的明星的想法跟说法跟做法都不完全一样哈。进一下广告，稍后再回来讨论。当人们开始追逐乐活人生的时候，单车终于慢慢回到你我的身边。因为有更远的路，更稀少的人烟所在，有了小折，可以在汽车停了以后再多走一段路，多一种生命的领受与体验。有人则钟情于小径车，因为小径车有着小折的轻便，透过不同的配备选用，它可以是非常高级装备的单车，拥有24种速度的设计搭配，让单车骑士可以选择自己最适当的骑乘速率，变化档次。